Oui. tiens.冲，侧锋，大家看起来比较薄，比较扁，中锋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间隔了。笔画像这种东西，这么多的横画，横画要求的就是间隔，横画的间隔，横画的间隔加重啊，加重，竖最右下角的竖一定最长，刷。刷粗细轻重，弹性，撇，鼓起来，拉动，拉长，说话，刷，北北重按了，因为他习惯有时候遇到这种叫。笔画少的字啊，就把它写重一点，增加它的分量。但写重跟写大是两回事哈，不要刻意把它写太大。按，再加轻重，这山啊其实都斜的了。那下面的干字啊，要靠右边一点。右边要伸出来一点，竖画不是在山的正下方哦，而是偏右，这样字才会正。拿的比较直哦，左连右不连，最后封好。剑。直的笔还是不拿起来，右边写的还蛮重，又伸的非常的长，然后这边还是左连右不连，这里开始灵动，然后下面这里扶额沟右下角拉最长最高，摊左边图写的重，这写的比较重，右边的。单，哎，写的轻，而且直，写的轻，有点腰身往右下角，啊，这有点腰身才会好看啊。单，加一点弧度，拉长，